最近大家一直在让我发自拍，那我就很听话的在研究到底要怎么拍，所以今天我就下了一个美颜软件，就想让自己拍的好看一点。但是我发现事与愿违，其实并不行，结果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搞得很奇怪。那之后我也尽量多自拍吧。但是这个美颜我就是也是再别用了，那我这里已经11点了，那大家我跟大家说晚安，那大家是，下午安。